村庄是村庄，小月你看到了吗？哇，杨继然也有见到曙光的时候吗？别中二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哎呀，一看到村庄，我这个小腿都激动的走不动路了。啊，我看你走路挺得劲的呀。这什么村庄啊？怎么一个村民都没有？该不会闹鬼了吧？你可别吓唬我，我胆子很大的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哎，小月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？估计是标志之类的东西吧，没啥大用。不错，这个标志很好看，不过下一秒它就是我的了。我去，你怎么连砖块都不放过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我这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做考虑啊。嗯，面包？什么破村庄啊？就没存点宝贝吗？嘴上嫌弃，手上动作却没停下来呢。嘿嘿嘿，又发现一个，带走带走，装饰装饰家里。别挖人家砖头了，快来，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。哎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是宝贝吗？宝贝宝贝，天天就知道宝贝，你眼里只有宝贝吗？哎呀，那肯定不是啊。嗯，这居然有个小村民。小月，要不咱们就别让村民生了，领养一只行不行？不行，那啥时候才能随机当好的伏魔叔啊？我们可得持续发展。笑死我了。小月你快来看，这只村民的样子也太好笑了。人家那时还小，还没有职业，你小时候还没他聪明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阿阳出生半个月就会识字，一岁就会背唐诗，三岁就开始屠龙了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你就吹吧，我三岁还骑着恶魂环球旅行呢。行了，别玩了，刚刚粗略的搜刮了一下，连个能发光的籽都没有见着，沙漠里面的村庄也太穷了。不过既然村庄也找到了，现在就可以搭建传送门，打通通道了。哎，你那儿有黑曜石吗？还有一些，应该够搭一个了。就这里吧，快来帮帮忙呀，你那里应该还有吧？当然了，就这啊。这你也太没用了。哎，果然还差两块，只能再去用岩浆浇两块出来了。还好这里有个铁浆铺啊，不过我们身上好像没有打火石啊。哎呀，你快去河边找找有没有沙粒。小月，你说脑袋不太好使啊，这大沙漠的哪来的河？我脑袋好使不好使我不知道，你眼睛估计是不太好使。这么长一条河你刚刚没看到吗？真是奇了怪了哈。 MZ 里面果然不能讲科学，你看看这河里连热带鱼都有，沙漠里面的热带鱼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哎，终于拿到沙粒了，小月。哎，来点作用吧，阿阳。又被你抢先了。小丫头其他不怎么行，干活倒挺勤快的。你在那理我什么呢？在夸你好看呢。哎呦，小嘴真甜，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好啦，咱们快进去吧。